我们昨天最后讲的是 change in state at constant P 定压。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果是在啊，不是，昨天讲的是定容，现在看的是定压。好，那通常在定压的情况下，它所涉及到的热力学的参数就是 enthalpy H。好，那 H 呢？它是 P， 如果这两个 condition 两个这个变数跟它有关哈，那你怎么去写出它的全微分方程式？这你们微积分有没有学过？没有吗？好，那要学起来。很简单嘛，就是你先固定其中一个变数，然后为另外一个，然后再换过来，这样而已。但是之后你会发现很好用。好，那如果现在是在一个定压的环境条件，那哪一项是零？薛乔云啊，哪一项会是零？如果现在是在定压的情况下的话，哪一项会为零？对，底 P 会零，因为 P 没变嘛，啊，所以底 P 就是零啊。好，那因为 H 又等于 QP 嘛，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你把 DP 换到另外一边，啊，一项一项哈，应该这样写。好，那这边就是我们推导出来的，在定压下的时候，它的热容啊 CP 的定义。我们从这边来哈 ，DP 刚刚说了它等于零，在定压的时候，好，那所以这项就消掉了，啊，简化成这个。那因为我们之前有证明过了 H。就是等于 QP， 好，那所以你这边的 DH 你可以用 DQP 来代，那只是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小细节，是因为 H 它是一个状态函数，但是 QP 它不是，所以这边的 D 上面多了一杠。好，那把 DT 移到左边来，就变成这个项。这个项的物理意义是什么？这个项的物理意义，随着温度的变化，它的 QP 的变化，好，那也就是什么？热容嘛。那这个热容是在一个定压的环境下热容，所以它就是 CP 的定义。好，
那又等于这一个项，就是这个项。一样，你从这边看，它是在一个定压的环境下 ，enthalpy 随着温度的变化，它会改变。好，那一样，你可以把这边是 partial， 就是 h 它的对 t 的偏微分，但是你可以把它积分回来之后，你就可以得到 delta h enthalpy change， 就这样子。好，你就是 cp， 然后把 t 移过来做积分。那积分是针对什么范围积分？你温度变化的范围，然后就是 T1 T2 这个区间变化的范围，那得到的就是 delta H， 那同时也是这个就是 QP。 那当然如果底 T 它相对的比较大的时候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昨天说的就变成 CP delta T， 对不对？好，就是你这个 T1 T2， 所以都是互通的，都是一样的。好，所以这边把两个重点你去做一个对照比较一下。好，这个是昨天在黑板上推导的 CV， 是在定容下的时候的热容，好，等于这个 CP 是现在推导的，它是在定压的时候的热容。好，这边没问题吧？简连希有没有问题？那从这边我们怎么去再推导出来 CP 跟 CV 之间的关系嘞？CP 跟 CV 之间，我们之前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推导出来 CP 减 CV 等于多少 R。 好，这一末尾的话是 R。 那我们从这边再一次用微积分的方式来看看哈。E 不是等于 Q 加 W 吗？好，所以好，所以从一方面从这边它 energy 原始的定义是 Q 加 W， 热加上功，所以它的微分的形式就是 dE 等于 dQ 加 dW。 那 dW 在它是功嘛，那我们现在讨论的主要是以 P dV 的形式，好，负 P dV 压容功的形式，所以这边代换成这个。好，那同时 energy 它因为是 T 跟 V 的函数，所以你用全微分的方式来表示的话，是可以表示成这样子的。好，从两个方面来看，没问题哈，没问题。那因为都是底一，也就是说这个项跟这个项其实是应该要相等的。好，也就是说这个项应该要等于 dQ 减 P 比 V， 就这个式子会成立。好，接下来你会怎么做？接下来你会怎么做？我会把都有底 V 的移到同一边，放在一起。都有底 V 的，这边有底 V 嘛，这边也有底 V， 对不对？好，好，所以你再把它移项挪移整理一下。好，你从那边移项，把 dV 移到跟另外那个 dV 同一边，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然后 dQ 然后等于这个项。好，
那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就是对 T 微分。那对 T 微分的话，当然要左边右边同时对 T 微分。好，所以这边对 T 微分，然后这里也是哈。好，来看哈，我们从这边移项了之后，左边右边同时对 T 微分，那左边对 T 微分就这个，好，那右边的话呢，对 T 微分，因为这边要底定，对，再对 T 微分，这项就消掉了，好，剩下这一项，好，再来这边呢，这一项，前面这边还是可以照抄下来，但是这边你要再对 T 微分，所以变成了这一项 ，OK， 你 follow 哈。好，然后你再来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式子，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在定压下，随着温度变化，它的热量变化，那就是什么 ？CP 啊，它这个象棋就是 CP。好，再来这一项呢，在定容下 ，E 跟 T 随着温度变化，它的 internal energy 的变化，那么也就是 CV 了吧？好，这一项就变成 CV。嗯。我们这边的话，因为现在变数是 T 跟 V， 底 T 跟底 V， 那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去 assume 它是在一个定压的条件之下。好，你这边可以把这个 dQ dT， 然后因为你温度跟容积体积的变化的话，在右边这边都是在讨论的。好，基本上几个变数啊 ，PTV， 对。好，那所以这一项就变成 CV。 好，然后这边的话是带过来。好，那现在你再来看一下这一项哈，我们再来去研究一下这个 term。 如果说我们现在假设它是一个理想气体，好，理想气体的话，对于理想气体来说，internal energy 只跟什么有关系？ energy 跟什么有关？就跟温度嘛，只跟温度。那所以它如果现在是温度固定的情况下的话，这一项就是应该等于零了。对理想气体来讲，好，那所以这个项现在又被更精简了，被简化成变成只剩下这一项。那这一项你去针对理想气体来看的话 ，T。热 V 热 T， 随着温度变化，它的体积的变化，那你直接去考虑理想气体方程式。热 T 热 V， 你可以直接把它 T 跟 V 相除之后，它剩下这一项。那前面它现在又有一个，所以这一项其实是等于 P 分之 nR。那这边消掉，剩下 nR 这一项。所以这一项变成只剩下 nR。那对于 E more 的理想气体来说 ，N 是一，所以这边只剩下 R。好，那所以这边再经过一次简化之后，就会变成回到 CP 等于 CV 加 R。好 ，CP 等于 CV 加 R。
然后刚刚同学问的问题也可以，你也可以从这边看出来，我们这边的话变数是 T 跟 V。 好，刚刚同学问说为什么是可以假设它是在定压，我们从一开始这边就已经assume 了它是 E 是 T 跟 V 的函数，而且在做公的时候的话 P 它是一个常数的，好，只有 dV 跟 dT 在变。 OK，好，所以我们从微积分这边一样得到了它 reduce 最后简化会变成跟我们从另外一种方法来看一样的结果， CP 跟 CV 之间的差值是 R。 那但是这边跟另外一种方法导出来有什么差别？因为 E 是等于二分之三 RT， 我们昨天有，应该在昨天还是之前的几堂课有提过，所以它的大小值跟温度有关，所以你现在在一个温度固定的情况下的话，它的变化就为零。那这个式子跟之前我们这个比较简化的式子，其实比较起来的话，你真的要去考虑一些非理想气体的状态的话，是这个会比较精确。那只是说在接近理想气体的状况，或者是对一个理想气体而言，它最后是这个情况。好，这样有没有问题？你有时候看到有的书上会写 CP 上面一杠 CV 一杠 R， 那个一横是什么？代表什么意思？如果你看到这样上面一横的话 ，E more 它是摩尔，所以 N 是等于一，特别针对它要强调它是 E more。我们这边是我们已经先假设它是 N 等于一了，对啊。但是如果说更标准一点的话，你上面会写，有的书上嘛哈，会写上面有一横，这边一横，代表它是 molar 的 peak capacity。所以有时候会看到哈，那个在它的符号上面，有的时候是戴帽子的，戴两点的，或一个这个箭号，或一横的。NR 怎么来的 ？NR 怎么来？从这边嘛，真相是这样子。对啊，但是在固定压力的情况下的话 ，ρT ρV ρT， 你从理想气体方程式那边 ，PV 等于 RT， 所以 V 除以 R， V 除以 T 的话，你这边一项是等于 P 分之 NR， 也就是说这一个 term 是 P 分之 NR，PP 相消剩下 NR，OK、okay、吗？可以回去想一下。哎，你们要练习做一下全微分。来，你们上来把那个它的全微分写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同学写的对不对哈。所以现在你可以先不管它是符号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你纯粹就是从数学的语言来看，这个表示的就是这个参数，它是 S 跟 V 的函数嘛。所以你把它用微分的方式来表示的话，看一下对不对哈。好，其中一个固定微型，先为第一个，那就乐乐是在这边是 ds， 好，然后再把另外一个固定为另外一个，所以这个 OK， 答对了。这个嘞，对，这个好，也对，所以很简单嘛，对不对？其实哈、如果这一些式子我们再进一步去推演的话，每一个这一些 term 都有它的物理意义，每一个都会有物理意义，这边也都会有它的物理意义。那这个就会形成热力学里面主要的几个热力学参数，它的一个背后的物理意义，它怎么去推导来的。好，但是我们这边你先学会怎么写这个，或是熟悉它的表示方法比较重要。好，那我们回来看课本吧，看你们今天把第九章讲完。所以我们昨天带大家看了例题九之二，那从这个九之二你要去能够去了解它后面提供给你的一些宝贵的讯息。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一下课本上它还讲了什么东西。卡记这边你们五化实验有做过了吗？这个部分的最高指导原则，这个部分
啊，黑斯定律，还有你在计算热量的变化的时候，你要怎么去使用？怎么用 ？Delta H， 就一般我们实验上面能够测量的话 ，Delta H 怎么做？等于什么？啊 ？Delta H 就从实验上面我们可以量测，比较方便量测的。国中就学过了，对啊 ，ms delta t 嘛，对不对？对啊，还是一样，它这个还是 entropy change 嘛，只是说跟我们现在学的差别有一点点小差别，但差在哪里？啊，这边的 s 用的单位是什么？啊，每升高一度 c， 啊，对，每克。升高一度 C 所需要的热量，所以这边用的是每克，那所以这边用的就是质量。那我们这边在讨论的时候，针对不同的物质，它的每摩尔，所以前面用的变成是 NCP 或者 CV delta T， 只有差别，微细的差别在这里而已。前面如果是这边是每克每度 C 或者每度上升改变多少的话，前面是质量。好，那这边的话是每摩尔的时候，好，每摩尔每改变一度所需要的热量，那你前面乘的就变成是摩尔数。来，卡记好 ，calorimetry，science of measuring heat。那差别哈，同学可以安静一点吗？好，谢谢。specific heat capacity 比热哈。它是每改变一度的时候，每克改变一度的时候，温度的它所需要的能量的变化。那 molar heat capacity 是针对每一摩尔改变一度的时候所需要的温度的变化。所以在实验上面，因为我们可以测量的比较方便的是用天平去测量质量。好，所以这个是为了方便起见，就用这种比热，它是每克每度 C 的多少焦耳数这样来表示。这个部分的计算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吧？嗯，比如说来看一下，好了，来看课本上的例题，来看到九支三，课本的376页。来看课本376页啊，这个当一 liter 啊，然后一 m 的这个硝酸钡在25度 C 的时候，跟这个一 liter 一样，一 m 硫酸钠啊混合，那接下来硫酸钡会产生，那么温度呢，从原来25度 C 上升到28.1度 C。好，那现在你通常要看一下假设哈，假设的是，这个卡剂它所吸收的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有的时候题目会跟你说，它那个卡剂它本身会吸收热的时候，那你可能要考虑它本身的热容，但是这边是忽略的哈。好，然后它又给你那个比热，这个 solution 它比热每克每度 C 是4.18焦耳，好，然后这个 density 是每 milliliter 一克。去让你去计算哈的 delta H entropy change per mole of 这个硫酸钡。好，来练习一下，先想一下怎么做，怎么去 approach， 你会怎么做？它现在温度上升了嘛？好，从28然后变到25到28.1，所以总共涉及到能量变化有多少？啊？因为你其实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刚刚我们投影片上这个式子啊 ，delta H 等于 m s delta T， 所以你现在要先找出 m 有没有 m， 有啊 ，m 怎么算？啊？这个容易它的质量怎么算？它有给你它的密度嘛，然后有给你它的体积，对不对？啊，所以你就可以去算它的质量。好，然后 S 有没有 ？S 有给你啊，比热嘛，每克每度 C 就是4.18焦耳。
Delta T 有没有？有，所以从25到28.1，所以 Delta T 是3.1度，对不对？那乘起来就好了。好，乘起来 Q 就是等于-2.6×10^4。这好像难度不够。好，所以9之3这个太简单了，我们继续看下面9之4好了，看有没有挑战性一点。来看378页这一题，当两摩尔的二氧化硫，它现在跟一摩尔的氧完全反应，然后形成 SO3，就 form 2 more， 然后在25°C 下，然后定压 EATM。那么他告诉你198 kJ 的能量被 release 出来，要你去计算 delta H 跟 delta E 怎么算？这个你就需要一点那个技巧了。对， delta E 是什么？ delta E 不是 Q 加 W 吗？对， heat 跟 work。 好，那现在你 看一下哈， work 有没有？有，有，是负 P delta V。 但是现在 delta V 是什么？ delta V， 你有 delta V 吗？好像没有，对不对？怎么办？你要考虑一下，你把它当作理想气体， PV 等于 nRT， 所以现在哪些状态是固定的？压力是固定的，温度是固定的，对不对？那其他还有什么变应？ delta V 它有可能跟它的 delta N 有关吧，对不对？因为它现在是进行化学反应了，进行化学反应的时候 N 是有改变的，N 是有改变，本来是有两摩尔的二氧化硫跟一摩尔的氧，但是反应之后变成几摩尔？反应之后变成两摩尔，本来是两摩尔加一摩尔，总共是三摩尔嘛，但反应完剩下两摩尔，所以它的 delta N 变成什么？后来的减原来的2-3-1，所以它的那个 delta N 是-1摩尔，这个是这一题的关键。好，那所以你知道 delta N 的话，你就可以去求出 delta V， 你就带 PV 等于 nRT 那边嘛，所以你公这边就可以求了，对吧？看到379页这边，所以公是-P delta V， 其实就是等于-delta nRT。好，那公带进去 delta N 你有啦， RT 都是常数，你就可以去求出公。好，求出公，那公有了，你可以去看一下哈， delta E 是什么？等于什么？ Q 加 W 嘛，那 Q 这边又是等于 delta H， 为什么？为什么？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我们之前讲的。为什么这边 Q 可以用 delta H？ 现在压力有没有变？没变啊，它是在一个定压的环境下。那既然是在定压的时候，它的热量变化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它的 enthalpy change。OK。好，而且是这个其实是 apply 到几乎所有的化学反应，他们只要是在定压的环境下进行的话，就可以这样代换。那所以 Q 你就可以用 delta H 代换，也就是题目里面其实已经给你的是-198 kJ。 好，那现在你两个都有带进去，有得到了，所以好像也没什么难度。好，这个例题没问题吧？好，再来379页这边，我们刚刚上课有讲过了哈， delta E 其实就等于 QV。 当你在定容的时候，其实功就是 V 嘛。好，再来380页，我们看一下例题9之5，这边要来看一下啊。我们能源有不同的形式，对不对？燃料，不同的燃料，比如说甲烷、天然气，天然气是燃料。现在新型的氢气是干净的能源燃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哈。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hydrogen gas obtained from the decomposition of water may be a substitute for natural gas, principally methane。好，就是直接从水这边分解产生的氢气可以
可能你可以是一般的那个天然气的好的替代能源，好，替代能源。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to compare the energies of the combustion of these fuels. The following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using a bomb calorimeter with a heat capacity of 11.3 kJ per Celsius. 好，好，知道他在讲什么哈？他现在是在用一个卡剂，这个卡剂本身，你现在就要考虑它本身的那个热容啊。这个卡剂是每改变一度的话是 11.3 kJ。好，那他现在说了 ，When a 1.5 gram sample of methane gas was burned with excess oxygen in a calorimeter,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d by 7.3 Celsius degree, and when 1.15 gram sample of hydrogen gas was burned with excess oxygen,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 was 14.3 Celsius degree. 然后去 calculate the energy of combustion per gram 每克哦for hydrogen and methane. 好，怎么算？怎么去算？它现在氢气跟甲烷燃烧之后放热，那谁的温度改变？卡剂，对不对？现在它温度改变的是卡剂，它对 1.5 克的 methane 它上升了 7.3 度 C 啊。那对于另外一个 case 的话，是 1.15 克的氢气，那卡剂它的温度上升了 14.3。好，那所以从这边你怎么得到它释放出来能量的资讯？就是卡剂每克它给你了吗？它卡剂每改变一度 C 上升的改变的热量啊是 11.3， 所以我们来看啊，对这个 1.5 克的 methane 来讲，它放出来的热量是多少？是不是 11.3 乘上 7.3？有吧？总共每改变一度需要 11.3 kJ 嘛，总共改变了 7.3， 所以很简单就把它乘起来啊。好，那这个能量是由去燃烧这个 1.5 克的甲烷产生的，那所以每克的甲烷它燃烧会放出多少热？怎么算？除嘛，对啊，对，就除哈，83 kJ 除以 1.5 克，所以你得到了一个值是每克的甲烷燃烧，它可以供给55 kJ 的能量的能源。好，那另外一方面它烧的是氢气哈，每 1.15 克它改变了多少？它燃烧 1.15 克改变了 14.3 度 C 啊。那对卡剂它每改变一克是 11.3 嘛，所以相乘那就是燃烧这 1.15 克的氢所得到的能量，那除以 1.15 你得到的就是你燃烧每克的氢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好，那我们这样很简单的计算，但是你只是观念纯粹观念清楚你就可以去算出来了哈。好，所以 11.3 乘上 14.3 是 162kJ， 除以 1.15 之后，你看一下它得到的值是多少，每克 141kJ， 所以谁是比较有效的能源？氢气啊，从这边你可以看得出来哦，氢气每克它就可以供给 141kJ， 那另外呢，它甲烷的话它只能供给 55kJ， 所以氢会是比较有效的能源。OK， 还有氢还有哪一个好处？跟甲烷来比较的话，啊，烧完之后，烧完之后它变水，但是甲烷呢，还有二氧化碳出来，因为它本身含碳，所以以这个观点来看，氢它也是比较好，它是比较干净的能源，它不会释放出二氧化碳造成环境的问题。好，然后刚刚同学有提到了黑斯定律吧？以前有学过黑斯定律哦？没有。真的假的？做图画实验叫我一定要学。好，助教说的吗？是啊，助教说硬学起来哦。那个黑斯定律在讲什么？
为什么黑丝定律可以用，而且它那么好用？它到底在讲什么？既然你们之前学过一些，啊，途径，哎，主要是黑丝定律，它是用来算，比如说一个化学反应它的涉及到的 delta H， 对不对？那这个 delta H， 我们之前讲了，它跟状态有没有关？啊，与状态，只跟状态有关吗？当然有关啊，被唬了。它当然跟状态有关，但是跟它路径没关，跟它怎么来的无关。所以它，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想象的一个比喻，就是在爬山。我上次好像也有比喻给你听过，就是爬山。我比如说要在山腰上汇合好了，你可以先爬上去，再爬下来，再爬上去，再爬下来，然后再汇合到那一点，跟你直接一路就走到那个终点。你达到的状态是一样的，啊，那所以你可以根据这样子的理念，黑丝定律就是这样子来的，啊，来我们看投影片，好像这个，因为其实我们在讨论能量啊，或者是像这个位能的时候，位能它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爬山这样，有高有低起伏，啊，那通常化学反应它涉及到的是重新原子重新排列组合，所以会有新的化学，会有原必须要打断原来的化学键，有一些新的化学键要生成，对不对？那通常你要打断化学键，你需要什么？吸热放热，吸热嘛，你需要给它能量，让它的化学键断裂啊，断开啊。那新的化学键形成的话呢，它变得比较稳定。所以能量会释放出来，所以又会做元宵，又会掉下去。那最后所涉及到的能量变化，就是原来的跟后来的跟原来的之间的差值，这两个状态的差啊。那所以一个化学反应，你可以去把它拆解成好几步来考虑啊。比如说 H2 加 Br2， 到最后要生成2HBr。这是两个状态，起始状态跟最终状态，但是它这中间其实已经经过了很多步，像我们之前讲的动力学，其实它是分成好几步的哈。那所以它你可以考虑，它一开始呢，必须先把氢跟氢之间的键结断开，然后溴跟溴之间的也要断开嘛，啊，所以变成两个氢原子跟两个溴，那这时候它重新排列组合，所以变成氢跟溴。形成新的键结，那形成新的键结的时候，它能量又会这样掉下去了，变稳定了，所以就往下走。好，然后这个最后一个反应，它是吸热还是放热，跟什么有关？你去跟它最后对后来的跟原来的比，如果比较低，它就是放热；它比较高，它就是吸热。好，所以根据这个的话，一个反应它在标准状态下，你看标准状态是几度？啊，25度 C， 那所以用凯氏温表298哈，那这边零表示了它是标准状态，一大气压，那它整个 delta H 这个反应它的 enthalpy change 的话呢，你可以用什么来表示？你可以用 reactant 它的 binding energy 减掉 product 的 binding energy 来表示。没关系，我们直接看课本啊，这边看课本。381页，那个几张投影片好像烂掉，来看一下那个课本381页哈，黑丝定律这边。好，所以你看一下图的9-10，这边一样是跟刚刚那个图有点类似哈。你一个反应，它可以分成好拆解成好几个步骤，那每一步都有它涉及到的 delta H， 所以最后的。这个反应它的 delta H 就是每一步的能量变化总和加总起来，这样 ，OK， 好，有点像在爬山这样哈。那这边有几个特别要注意的一些特征哈，比如说当一个反应它如果是反方向，把它反过来的时候 ，delta H 怎么变？啊，负，就是符号会相反，本来吸热你把它反过来，它就变成是一个放热，啊。好，啊，再来第二点要注意的嘞。第二点要注意的，如果现在是两摩尔的情况的话，那 delta H 怎样？乘以二，啊。好，
就前面它有一个系数你要考虑进去。好，那怎么去用那个黑石定律？会用吗？来，我们看一下例题九之六。好，比如说这个哈、哦，两个硼加上三个氢分子，然后要变成 B2H6， 那你怎么去算出它的那个反应热？反应热啊，看你怎么去调啊，你去 manipulate 让它最后的反应能够变成这个形式。那你看这之间你的这些它的这个基本反应发生了哪些事情啊？所以像96的这个的话，你会怎么做啊 ？A 的这一步你会不会用到？啊 ？A 的这一步应该会用到哈、哦。那还有哪一步会用到？嗯、啊，谁会都要。对啊，你要怎么去调整？怎么去调？调一下，对啊，你要调一下。它现在是 B2O3， 对不对？它会生成 B2O3， 但是最后总反应里面有没有 B2O3 啊？没有，所以你要想办法把这个 B2O3 消掉。那怎么办？另外哪一个式子有出现 B2O3 的 B 嘛？啊，但是我们要把它消掉，所以你要把它反过来哈、哦，所以就变成 A 减 B， 对不对？啊 ，A 减 B， 你得到的，你看一下右边的383页哈，你把这两个式子相加，得到的是这个反应式，但是这个跟最后的总反应式一不一样，还不一样啊，所以你还要继续瞧，对，那接下来要怎么瞧？啊，把什么消掉？应该要把什么消掉？水嘛，好啊，水消掉，你要用到哪一个式子去消 ？C。好、哦、，C，OK，、嗯 okay, 好，那接下来呢？你要看一下哈，它现在是水的什么态啊？啊，你现在要消掉的这个是气态，啊，但是 C 这个呢是水的液态，所以你还要再考虑一步是水的液态跟气态之间的转换，啊、哦，所以你这样。一整步这样下来的话，你就可以把水消掉，那你得到的就是一个最后的总反应。但是还有一个要注意的，你的系数，啊，你比如说你这边有几个水，啊，三个水，三个 H2OG 嘛，那你这边题目这四个基本反应里面只有几个水，那是一个的。哦，所以你这边要乘以三，就是你那个系数要注意好。OK， 好，所以最后总反应应该是怎么算出来的？是 A 减 B， 啊、哦，然后呢 ，H2OG 这边呢，你要3C， 啊、哦。加上 3C， 然后再来 3D， 你得到的才是一个总反应。OK， 这边应该还好吧，没有太困难。这边不懂我举手。OK， 好，好，来再看哈，9之6。9之6这边提到的是生成热，一个物质的生成热。生成热，它指的是从一个物质它最原始自然的状态的时候，它的生成热是多少？零。对，好，所以来我们看一下 definition 384页这边哈，有几个特别要注意的，第一个。在标准状态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在一大气压下标准状态。第二，对于一个物质，它在 solution， 它的原来的最自然的状态是在溶液态下的时候，那它的标准状态就是 EM， for a substance present in a solution 的话，它是在 EM。 好，再来第三，
对一个在 condensed space， 所以凝态哈、condensed space， 它可以是在液态，也可以是在固态。那指的就是它纯的 ，the standard state is the pure 纯的 liquid or solid， 这就是它的标准状态。好，第四个要注意的 ，for an element， 对一个元素来讲，对一个元素哈，它的标准状态是什么 ？Is the form in which the element exists under condition of 1 atm and the temperature of interest。通常是在25°C 以下，好，所以就是对一个元素，它在标准状态的时候，它所存在的状态就是它的标准状态。好 ，OK， 好，那根据这边这样子的定义，你就可以去根据每一个物质，它的从它的生成热的变化。来求出一个反应，它的反应热是指在386页这边，这个以前高中是不是有学过？如果是给你生成热的话，应该怎么算？生成水发生。哎，然后嘞？你们的口诀是啊，生如果是给你生成热的话，生成热的话应该是反应产物还是？产物的总和减掉反应物的总和，对不对？好，后面是前面的，好，得到的就是一个反应的总反应热。好，所以这个是在讲九之六这一节，好，所以这一节里面的重点就在9之1的这个式子这里。下面这边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刚刚说过了，当一个反应它如果反过来的时候，哈 ，reverse 的时候，它的 delta H 大小会不会变？不会，符号会变啊，符号会变。好，再来第二个要注意的，对一个反应它如果前面曾有一些整数，它有系数的时候，那你 delta H 怎么办？乘那个系数。好，第三，如果是给你一个物质反应物跟生成物的反应热，生成热的时候 ，delta H 就是 product， 你的产物所有的生成热的总和减掉反应物的生成热总和。好，第四个呢，对于一个元素来讲，它的生成热在标准状态的时候是为零，对吧？因为它自然就是存在这边了，它不需要你再给它任何热量，它才会变成那个状态，所以它的生成就是零。好，所以这边这一节这一小节里面要记的重点就是这几个而已。好，很好，所以这一节讲好了。下课了吗？